老祖天威。微信神事同修，时代在变，法轮在转，但是真理永永远远的不变。人世间的点点滴滴，在灵魂界只是一点尘埃而已，但是我们就要过一生的很辛苦的一生，酸甜苦辣涩的经过，这即是人生哎。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能够一家人，都是天上有约，而能为公司员工在天上世界原来就有约，生病和医师也有约，整整都有因缘果的有约。所以我们来世界上你怎么样才能够续缘呢？继续前生的缘，最简单的就是父子、母子、母女的缘是在天上界、灵魂界大家就有约，有约来到世间上脱胎转世为不同的身份，带着我们在天上世界的思维和习性来到世间，才有一些有缘没有缘、善缘恶缘。善缘恶缘都是有约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来世间上的缘分，人与人之间不要结恶缘。你开始要结恶缘了，你就要注意这个缘分与你特别深，而结善缘的也是一样所以当作为夫妻，夫妻的时候老公也看不惯老婆，老婆看不惯老公这个习性但是共同的习性就是在天上灵魂世界就有约，我们来生什么时候会投胎到世间上来，驾驭的一个很帅的男子是谁的儿子那么我们要续缘也就找到天上最有缘的眷属，又来世间投胎了，所以才会一见钟情长大之后一见钟情，一见你就喜欢了有的一见就讨厌，
再见的更伤心了。若是再见面，我就跟你把命拼。常常有这一种世间的戏剧性的恩怨情仇，都是人生哎。那么这一些父子母子母女，天上界都有约，相互约定啊，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世间要投胎转世啊为人啊，那么有的呢就等在天上界的同事啊，也是一家人，好了，我就去投胎当你的子女，当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子女，但是一个约定，一件很重要的约定，就是啊，你作为我的父母啊，你要好好教育我啊，带我在世间属于修行，那么身为子女的，那么好了，你要当我的子女来世间啊，我很欢迎你来当我的子女啊，当我会，当然我会好好教育你啊，带你走一趟很快乐的人生啊，但是一个条件，我死了之后你要把我送上山头，上九刷桃啊，西拉奥上九刷桃不是抬出去就好，山头就是灵山啊，送回灵山啊，送回灵山呢，你必须要有修行的法仪啊，所以释迦牟尼他家悟道了之后，传了很多修行的法仪，帮助啊我们以往生者啊，怎么样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天上世界？这是灵山啊，他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家属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就是我们的佛性阿弥陀的本性，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性化身来世间投胎转世啊，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习性，不同的因缘果，这个都是经过生生世世累积下来到这一生。所以我们所经过的那么遥远的人生，从天上界那么遥远的地方呢，来到世间上，我们当下的身体，所以我们有智慧，有思想，有眼睛，有耳朵，有五官，能吃能坐能喜怒哀乐，全部集于一身，这是最宝贵的。但是有一样没有办法啊去磨灭的，就是人都有同样的本性，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而十二因缘法，所以每个人都平等。那么人走一生，有不同的智慧，不同的家庭，不同家庭也跟家庭，即使很富有，也是有约而来；即使很穷，穷的三餐吃饭要有问都有问题，也是有约要来世间当乞丐，当看看，看看究竟世间，酸甜苦辣涩是怎么样的，这都是个人。
所投胎，而这个个人的业力业报，所以释迦牟尼啊，佛陀啊，啊悟了道之后，人往生了，一定要每七天一次提醒，由子女提醒他，提醒往生者。啊，现在已经进度到什么程度、什么阶段了？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提醒自己的家人，所以黄山老祖啊，就在甲午年啊，传了这一本《祖德流芳圆满法仪》。啊，这个有周期讨论，开始跟往生怎么样来啊，向我们的家人亲人啊来安他的心啊，接下来头七、二七、三七啊，看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就要等到百日。百日的境界心境走到什么程度，所以每一个期提醒我们的往生者回家的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家，是我们本来的家。哦，怎么提醒？你要讲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就按照啊老祖所开示的写了这一本，很清清楚楚啊，到圆满，到甲落去，一切圆满，这是大孝，不是小孝。你大孝，祖德流芳啊。有时候同学问我说：“师父，那我们子女都不信不做怎么办？”你上来自己做嘛，啊，做起来跟你做完也塞吧。啊，自己是拿起来读，啊，我现在第几啊第几天了，啊，第几期了，走到哪里，啊，走到前面有什么有障碍物，啊，你要怎么绕，走到哪里，这个是老祖开示的，给我们了了分明。安听好不好？所以过界了，你们要的话，你们要这本书，不是哎呀，我买了，我家里就不会有死人呢，不是这样哎，啊，买请回家放着，有一天要用上的时候，你心就安了，所以是安心法门，心不安才烦恼，心能安，你要怎么安？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上课、来读书，啊，来大家师兄师姐相互研究。一旦三寸气断了，安心就需要靠子女来安我们的心呢。尤其呢，我们有幻变学院啊的法师啊，你要为亡者渡他一程，你的功德很大哎，啊，就按照这一本来帮忙就好了。所以黄山老祖开示唯信圣教的教义，从零岁生开始啊，往上曲曲折折啊，一面在黑暗，一面在光明，到这里成佛，百岁啊。所以我们从零岁到一百岁的法仪，
零岁到一百岁，他的法医才是宗教。宗教的心法，人不要怕死，人会死，再怎么样人也会死。我们五脏六腑，你吃什么东西，你的细胞能量84000种的基因能量汇集成为一个人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吃东西啊，你就有不同的思想思维。所以人的一生，老彭活到880岁，到最后还是要放下，把身体回归大地，又成佛回去了。哦，所以人在世间上常常有人说：“哎呀，师父你多活一点呢，我们心里才有依靠哎。”废话，我要活多久？万一你现在还有100岁可以活，我现在77岁，有100岁，啊，177岁，像什么样？啊？选择什么款？我连177岁选择什么款呢？脑壳壳被剥脱刀啦！啊，那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永远、永远、永远的活跃哎，才有说人老心不老。这句话就这么这个解释：人老心不老，心是永恒的。心的寿命是不生不灭啊，心永恒不生不灭，心的寿命是永恒。所以人当然都会怕死，因为有很多的亲情没有了，有很多的名利富贵我们可以来享受，但是真正享受之后你又带着什么？所以我常常在这里，我们千路禅堂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上香的时候，天主帝王啊，你们带走什么？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你们带走是什么？带走的是罪业而已啊！啊，日本124位天皇，也是中华三祖的后裔。我在问说，日本的天主帝王啊，你们现在带回去是什么？啊，滥杀侵占，你们也没有带走江山片土啊，韩国202位天主帝王，很不幸的涿鹿之战，三祖涿鹿之战是由氏族部落战输了，啊，败走为寇，所以历史的偏差记录。啊，竟然一直指着蚩尤是魔鬼坏蛋。哦，所以这个都是历史的记录有所偏差。
让我们后代的人一直误以为蚩尤就是魔鬼坏蛋，没有想到工业文明的始祖就是蚩尤。我们在享受蚩尤氏族的工业文明，我们还在书本上、教育上摸黑我们的老子，共同的老祖宗。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才开始中华民族是三族，不是二族炎黄而已。所以现在也得到中国的中央啊肯定，中华是三族啊，不是二族。这个是我们身为三族儿女，我们应该有的孝道精神。所以历史的岁月悠悠，七千年，呼吸一化，开天门，啊，万法生成，中华文化，亿万山重迁。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要为完美完美中华三族儿女的亲情啊，也要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冤释结。解冤释结，该完就干。啊，这个已经有五千年。啊，当下消灾化解，好的，这当下。你要消灾化解，避免战争啊！我们所祈祷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天下一家亲，所以我们才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2004年开始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以宗教的法仪修行来邀请和祈求。第一，祈求诸天圣神加持。消灾化解冤释结。解冤释结。啊，他的祭祖共祈世界永和平。天下一家亲，这真实意在这里呀！咱们从2020追溯回去，2004年总共办了14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用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智慧力，
神通力啊，这个共同的福德力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才能圆满。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主灵不安，天下大乱，这记住，主灵不安，天下大乱。啊，主灵啊，安详，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当下我们的共同天命。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